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對於69項的修訂而家納入階段呢，我就提出一些問題。在審議今年度財政預算案的過程裏面，在辯論1192個修訂議案階段，梁國雄、陳志全、陳偉業這些議員呢，是互相扮演紅白臉，他提議時我就反對，藉此呢是大拉其步。其後在表決的階段呢，這幾位做戲的議員呢竟然全部都投發支持票啊，將嚴肅的議會視作兒戲。讓我們看看以下一部分事實。在修正案表決編號33和34，分別由黃毓民和梁國雄提出削減議決削減相當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全年的預算開支。當時呢，陳偉業發言是反對的，他的理由是認為林煥光的工作表現是相當不錯。那麼發言內容呢，就可以睇睇2014年5月7號、8號同埋9號立法會議程嘅正式記錄草擬本，個文件編號係 AS124/13-14。頁數咧就係290同埋291頁。但係喺投票方面咧，佢就呢個修正案表決咧，全部都投贊成票。辯論的時候反對，投票的時候就全部贊成。又舉第二個例，修正案表決編號69-102，梁國雄提出咧對海關員工的薪酬和部門的開支等等要作出修訂。當時咧，陳志全就提出反對，他的理由咧就是海關就水貨同埋商品說明條例呢已經增加咗唔少工作量啦，而削減部門開支或者員工薪酬呢係會令人手減少嘅，令到工作量壓力大增，影響咗工作成效。發言嘅內容呢就可以參照2014年5月7號、8號同埋9號立法會議程嘅正式記錄草擬本，個編號是 AS124/13-14，頁數就418至421頁。呢啲咁嘅，我舉下呢啲咁嘅例咧，大家可以睇到，對於呢啲咁嘅絕劣表現啊，唔顧香港700萬市民嘅利益，一味搞破壞，既損人又唔利己喎。希望廣大市民咧，看清楚啲，想清楚啲，究竟他們意欲何為啊？本人謹此陳辭，支持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有沒有其他委員要發言？